从酒店里面带出来哦，还保持关系那么纯洁，很不简单。我说老狐狸真的很不简单，干天哪是怪哦。小米啊，导演，我听不懂。威哥讲完了，讲完了。是你怎么样？我起来了。就那个就要那个就要看那个下一个剧本怎么写了。可是傅一哥，你在剧中跟大家都除了跟润英之外，你都比较有一点距离吧？对不对？在片场的时候，你说拍戏的时候不会啦，干他们都知道我在拍戏，他妈一天到晚在闹。全台湾的剧组，哪个剧组不知道？你怎样闹？啊？你怎样闹？就是讲笑话啊。那白润有没有觉得他那个？木一叔叔私底下很好笑。没有，他一样叫我木一哥，他爸爸叫我木一哥，他也叫我木一哥。这会怕他吗？就是啊，不会，就是他就是一个。对啊，他说木一哥，木一哥。每天都在讲笑话的。但是其实我们笑了，不是他的那个笑话，而是他那个笑声。哦。就是他那个笑声很魔性。笑声，所以你听到他笑，魔性笑声。所以你听到他笑，你就跟着笑。对对对对。是一个人的一个基本反应。你先看这个。那你主题化的戏讲一下你今天是这个造型。哎，其实我没有太多。也是白毛狐狸吗？白毛狐狸。这个造型，我来严重讲一下，就是呢，这个造型呢，是今天早上去那个。李家牛肉面店，然后吃的时候，哦，不小心那个跌倒，然后就那个面就拍不下来，这样的意思。因为我很认真在吃，所以当然是这样。李家牛肉面，老李家哦。那为什么你不是本来说好好读书，怎么会因为这部片然后决定要复出这样？就是那个休息也觉得休息够，受不了。就是那个觉得剧本赞。嗯，而且因为你在片中就是要淋雨啊什么，是不是都自己来，就是直接跟。导演剧组说没关系，我自己来，直接上出去拍。没关系，我自己来。等一下保鲜膜用就好。没有，就是有用保鲜膜保，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冷。你光瓦斯那边裸体是不是就是裸体，没有完全防护？对啊，完全没防护。他也是、啊。那你这样全裸都被看光光了。这是一个。他也是啊。他，对啊，你也有是吗？只是好像没有剪进去。我是在门里面。哦，所以你们两个已经坦诚相见，你们两个已经坦诚相见，没有了。你们都有就是直接来，没有那个防护措施。有就是对。那这样剧组的姐姐不是都把你看光光了？没有，那个导演叫大家回避。他很纯真嘛，他有一个，我觉得他有一个特质是在他身上很难得见，就是他真的非常的纯真，就是。你想想看，在这个年纪的小孩，然后因为我们第一天到那个房子，导演要我们去感受那个房子，去说哦，我吹萨克斯风会在家里的哪一个角落吹，然后就去找那个位置，然后看那个机会怎么样。然后他的第一天的任务是去试试看那个浴室怎么洗澡，对。那你知道浴室怎么洗澡？因为我在他这个年纪，大概会对于洗澡这件事情很别扭。你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全裸，你是全裸在那边，他试洗就全裸了，对啊，是吧？没有，那时候好像没有，但是就是拍戏的过程中是，就是全裸，对哦，因为那个洗澡方式是导演以前洗澡的方式，就是这样配着洗，对对。然后一开始有觉得很不适应吗？不习惯？我觉得这样，其实之前有在家里先练习过。但厉害，他那个，比如说我讲那个叫做水，你关了之后，你洗的节奏会改变。这种就是你关了热水之后，已经没有瓦斯压力了，你洗的节奏会改变。你因为之前是瓦斯在开的时候，你洗的时候要着急一点点。我觉得当时我讲这个事情，我也不觉得他可以马上有个回应的出来。但他表演的时候他就回应出来，就是他关了水龙头之后，他的表演会变，节奏会变。很厉害。那个事情就大概他是真的有搞懂那个逻辑是怎么回事，他才把这样回应。那冠廷跟润英
在下戏中都聊什么？私底下都讲什么话题？培养那个父子情。就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身为演员，我都觉得要培养感情是一件魔术方法，好像对，然后用魔术方法，对。就没有硬要说要培养感，就让这些事情自然的发生了、啊。比如说，还有看他在转魔术方，因为他那阵子就是想让自己回到1980那个年代。你知道1980可能观众没有感觉，可是对这个2009年出生的小孩来说，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问他有没有玩过那种 Game Boy， 他说他有玩过传说对决，所以他对他来说传说对决是很古老的东西，你更不用跟他讲 Game Boy 是什么。所以对他来说，他是把自己投身在一个异世界。那在那个世界里，他就让自己不要接触3C， 所以他休息的时候，他看他在干嘛，就是要么在看武侠小说，要么就是在玩魔术方块。然后我就是跟他聊武侠小说，然后跟他学魔术方块，所以我就拜他为师。那不知道你小孩出生会玩什么？我在叫瑞英哥哥叫他玩魔术方块。瑞英，你要这样子没有穿衣服，你的同学看到什么？在这么大的荧幕，你会担心吗？其实一开始就是，就是那个金马首映那天，就是有邀班上几个同学去看，然后因为之前我在日本看过，然后就。哦，没问题啊、哦，那没事啊。就是原本有点担心，但是哦，要特别讲，就是有一卡，就是好像第二次，就是反正第二次也是发生一些就是重大的事情之后，然后我回到家，然后看到什么纸条之类的东西，然后。之后那个时候我还有一次就是自己洗澡，然后自己跑出来用，然后那时候就是他有一个是在外面阳台那个地方，然后我这样走近的时候，因为那个镜头在这边，然后走近的时候他不是越近的时候就会越来越下面嘛，然后我就想越来越下面，哦完蛋，哦要出事要出事，结果呢我突然就说哦好冷哦，然后就往下蹲一下，然后就刚好躲过，我想说哇那时候我怎么没有看到那个镜头也可以做出这种超强反应，很有镜头感，很有镜头感。那白瑞可以讲一下跟漂亮姐姐那时候互动，你有没有真的觉得哇她真的好漂亮？有啊，现在也觉得很漂亮。对，有爱上易儿姐姐吗？就是短头发，不知道，都漂亮，都漂亮。谢谢你帮我回答。因为平常我们比较不像是电影那种状态，因为平常。在戏里他就是尊敬我为尊称我为漂亮姐姐，可是在戏平常吧就很像一般的好朋友吧，所以还是会叫你哥哥也没有。我其实在戏内是老狐狸的秘书，但我戏外是他秘书，对，我要帮他处理很多翻译暗号的事情，所以翻译暗号，你没有暗号？对，他们很多暗号，他们怕我听排挤谁，排挤一开始就是白瑞，一开始就是我们拍戏的空档，然后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导演就是突然问我说：“哎，所以你们刚刚在那边休息的时候在讲什么东西？”我想说：“哇，他居然用那个麦来偷听我们讲话。”然后我们就决定说我们要那个研发自己的暗号，这样子导演就不会知道。你是讲了什么不想让导演知道？没有，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特别讲什么东西，就是。导演可能没有听清楚，然后我们想说，哇，他这样子，我们如果以后讲什么秘密，他不是也会知道？所以呢，我们就先研发出暗号。第一个暗号是什么？得一何失。啊，他是后来才知道。一定要学。得一何失。一定要学。得一何失。这个一定要学。得一何失。白白话文好。导演好帅。对。哦，这种话不错。第二个很难的，这就是要讲出来干嘛要暗号？我们之后在测试，我有没有听到？对，然后那时候好像导演很之后才知道那什么意思，然后反正就是那也是看你们发文才知道。哦，对对对，然后之后我们去那个日本东京的时候宣传，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有研发五的还有十的阵法。就是五的，就是五个的，十的阵法，就是老板发明的。的的的的就是你要想这是什么意思，然后还有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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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就是又是另一个意思，然后你要猜那是什么意思，然后只要猜到的话就可以
加入我们的这个暗号中心。那我们哥也在暗号中心？没有没有，完全被排除在外。我也是。没有，你是他的魔术，你是魔方的徒弟啊。那个协会就两个，这个协会就太小了吧。应该说，我们那个当时就是在用那个魔术方块，然后就收了蛮多的徒弟，然后就有在创立一个宗教。然后那宗教叫做魔宗，对，那个宗教叫魔宗啊，魔宗就是魔术方块的宗教的简称，就是魔宗，听起来很厉害，对不对？对，然后还有法号，你是这样，对，然后每你跟他讲你的法号啦，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不是通常看武侠小说，他们都会分层嘛？就比如说，这是第一代弟子，然后他叫什么，中间的名字叫什么什么，然后第二代什么这样子。然后我排的是楚字清虚，然后因为我是第一代，所以我叫做白楚玄。然后他是第二代，所以他中间字是智嘛。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要智什么？”然后他说：“哦，我那个智能不足，所以叫我智能好了。”我也要学智障，他不愿意。我以为自己的弟子也是智障，就是感觉拍片很欢乐，对啊，就还有自己就回应了你怎么培养感情，对，就是、对，那玩了，我们拍戏都在玩了，对，都在想这个，没有，就是看武侠小说就会脑子里面都会进入一些里面的一些知识。那魔宗，你对你的弟子来说，其实当时。就是收的地址都有完成，自己可以自己完成那个一颗魔术方块。只是其实魔术方块有分，就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看你自己可不可以，就是完成那个一颗魔术完整的魔术方块。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在拼速度的时候。然后所以就是有一些什么比较前面的什么。大师姐啊之类的，他们都会在就拼速度，可能就是啊，我今天一定要在两分钟以内解完这样。那木一哥有加入吗？没有没有，我跟他都聊别的。聊什么？聊房地产。聊房地产？卖房子吗？可以卖房子给我的。我们就因为我们认识也蛮久，所以瞎聊一些，比如说他上课事情，然后到不了开车的时候，我就教他开车了。我刚才讲说，这个是时速表，这个是转速表，那怎么跑到什么时候？那这个是走牌的车什么？然后他还跟我讲说，我告诉你，我们今天坐的这一台车，它那个转速哈、喔，比一般车还要快，所以呢，我只要。如果我没踩刹车的话，它就会一直前进，然后它就脚这样抬起来，哦，你看它往前走，然后这样子。那你有试开吗？我没有，我们只会讨论要不要等下喊卡的时候，车子再绕过去开去那边有一个厕所，你去上个厕所。欸、那易儿有在这个宗教团体里面吗？我就是他分支出来的暗号总理，就是我独立一区，他们这个支派是这样下来的嘛，处置清虚，但我是独立出来一个像是他的手，真是又像右宰相的概念这样概念。对对对，我必须要帮他处理很多大小事跟烦，因为他那个五德暗号一讲出来，我马上就说是不是叉叉叉叉叉，他就哦，然后我就被升级成 super 暗号总理，大概是这样。这个还是要自己跟自己的挑战。他有跟我说，这秘书已经被他已经收走了。对对，我说我已经跟他辞职了，然后现在、就是、变润英的秘书。虽然我是润英的秘书，戏里才是你的秘书。导演都知道这一切的发生，我不开心了，现在。以为他们是在读剧本，还是讨论剧情？其实都不是啊。但我们有说导演好帅啊。Yeah, 这个到发文我再知道。啊，平衡一点。木一哥目前的心情如何？就是金马，还好吧？就倒数了。对啊，我因为我一直在拍戏，忙这个忙这个，所以其实根本没时间去烦恼这个事情。那现在我们比较真实一点感受。不会的，就到时候去就去走星光，然后就上台这样子，因为就像你上台。讲个事，不管是谁，你就走上来。你要记得穿鞋子。我一定会先站起来，我会穿皮鞋，我一定会先站起来啊！确实不错啊，拍谁？那是我就直接走过去了。没有没有，这个提名，
这个就是一个人家肯定你的一个，我这个我蛮相信那个所谓入围就是肯定这样子啊，因为那个不是在同一个天平上评断的，所以很难讲。你莫名其妙今天站在那边，又是马龙白兰度，又是阿巴西诺，又是谁干你就，对，你就我不认为我会比他们差了，对，我绝对不认为我比他们差了。可是你那个时候压力就很大，所以我根本不敢去看别人在干什么，我就从那去就是了。去玩这样，对对对，反正到男配你就站起来这样。那艺人，你女配也要站起来，直接站起来。我可能没有老板这么自然的。被我打过的，你放心，我打过蔡淑臻，我打过，另外一个叫什么？今年那个金钟另外一个叫什么啊？韦宁，哎、欸，郭书瑶谁我都打过，这个我也打过，你放心打过。我打过就会想打、嗯，谢谢你打我。打太多人了，谢谢。打响金钟，哎，你那表情假死。好像打一下，打导演。杨景华是有个问题，导演。杨景华是有个问题，那个那次不知道什么戏忘记，就是一直，后来决定没有打他。干、哦，我就说我没有，我后悔了，是我后悔干炸了八路。好玩的，那家一直想自己拔。要不要再来一下？导演还没打过，还拖导演下来。我会，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打到这两个，所以就对啊，没打到。哎、欸，还真的呢、欸。对啊。好吧，那你们全部来了。没有、啊，下一步了，没有这个演都没有，演戏是这样，真的演都已经演过了，现在只能够。马后炮了，下次打。原来是这么想说的。所以要打自己的光，这样加持。那也会紧张。被问才发现好像要紧张这样子，对。所以因为那个起伏有点变化，就是当知道的时候，入围是先呆愣，然后愣住之后去理解说这个是真实的。然后开始充满了感谢，然后谢导演、谢剧组的人，谢谢，就是感谢之外，谢谢评审以外，突然就很变平常了，就做平常的事，因为一心就很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老狐狸》这部电影，因为真的是导演的心血，然后大家真的都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所以一心都在投入宣传，直到现在又被问到，好像对会有点紧张。对，你们有金马压力，也有票房压力，对，有没有就是号召亲朋好友来看？或是买票，我自己都有买哦，你们要买吧。这部电影应该算是我第一次自己包的包场的电影，所以我有，我是第一部献给你，我第一次包场，谢谢导演的邀请，更多人来一起欣赏老婆。我是又想哭了，是看到导演都很想哭。哎、欸，你不要自己包了，他真的不行，他叫我不要再哭了，他要我勇敢，要跟林真真一样，对我不能在他面前再哭了，跟他的约定是不能不要再哭了。哇，你不要引导我，真的会，你很会耶！你想看他哭的？那里面有赌注吗？如果你哭了的话，就是会输什么东西？有没有赌注？我不知道哎，他就叫我不要再哭了啊！我很听他的话，然后我觉得，很感恩。哎、欸，你们好危险啊！因为我都会真心对待你们，你们这些危险的家伙，我好害怕。想问一下冠廷，这一次没有入围，自己有觉得有点可惜？我觉得白薇问我啦，这题问我，我也觉得他很可惜，这题问我啦，太可惜了，白薇两位的很可惜。但冠廷就是移动讲座啊，没差、啊。没有啦，这个音乐剧很可惜，是因为他真的展现了他超出这个年纪我可以想象的能力了，因为他从他是等于说他要降下来他的年纪去，他降的幅度可能比我们可能三十几岁要去演一个二十几岁出头，跟他已经十几岁要再降回去演，我觉得那个幅度是更大。再加上那个年代对他来说是异世界，那不是说几年前的事情，对他来说那个是在出生，是我要回忆我小时候很小很小的那些零碎的记忆片段，我才有办法拼凑出个世界。那对他来说是一个完全他没有看过的世界，所以等于说他每天。但其实我心智也已经差不多了。哦，前世年龄那么大，三十几这样，他就是一个非常谦虚，身心合一就可以了。那我觉得他当时让我觉得最感动的，也不是最感动，最敬佩他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我吃午餐的时候，我看他都没怎么吃，我就夹一块鸡肉给他，说这给你吃。然后他说我不能吃这个，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怕他声音会变，他怕他
的那个声音没有办法，可能如果他突然不联系那怎么办？是只有那时候声音沙沙的，有点怕。对啊，你就可以看到他自己对戏剧的那个，身为自己身为演员的那个坚持，这个是没有输给大人。但我第一次知道吃鸡肉声音会变，就是生长激素，生长激素啊，怕刺激然后变声，怕，就要排除这些所有的。其实不太清楚，就是可能有吧，只是很慢，就是没有突然。然后之后就是拍完的时候，就是拍完要再去重配音的时候，哇，又很嗲，你知道吗？又很怕，然后我真的只有我的词。再聊。欸，那你的包包是那个冠廷宝宝送的？对，就是刚他送我，然后就是假面骑士的。很喜欢假面骑士。因为我是跟他去东京影展，才知道他很喜欢假面骑士。但因为我自己没有对假面骑士没有太多的认识，他带了一整套去变身，去变身给。所以你会那个？所以你现在当那个东映的。东映的人看。哦，是的。对啊。所以你会那个动作吗？很近。会。你要一起演是不是？一起。我看龙骑那一代。哦。我看的是比较。后面然后就看到这假面骑士的包包，就想说，哎，你吃了它，开心。嗯，那还是最后故意哥要帮导演加持一下。好，彩蛋很绝对的。不需要这种，我想当观众。老狐狸其实是可以。我觉得可以看两次三次了，如果有那个时间，因为不只是雅贤说的那个很多细节，其实会有他对那个时代不是那么单纯，他说想要跟儿子讲什么事情，我觉得可以感觉他对那个时代的一种痛。我不觉得是疼惜呢，我觉得是痛的，我自己认为。那这个是我大概莫名其妙拍了那么多戏，我觉得是有难得会有个导演会蛮深刻的一个事情。那你要用那么复杂的东西，各种我当然那个我一直都很喜欢阿强的摄影，还有大头的美术，那真的是没话说。所以雅泉能够跟大家一起合作，把它掌控这个事情，让我们有很多很好，就他几乎都不跟我多说什么，说我会提醒他说，你觉得不对你就跟我讲，然后他也很放心，我就自己去弄我自己的。那我平常讲我在演的时候还没那么深刻的感觉那个痛，我是看第二次有点想哭。心很痛，就那个年代，因为那个年代我经历过嘛。我身边就有很多这种莫名其妙的人那样子，而且我还常常必须那时候骑摩托车经过那个民权西路跟吉林路口那个那一栋那个哎那个叫那个本铺那个台湾的诈骗始祖，那叫什么名字？哦，红颜。哦，就是人事已非的感觉。我不会对那种事情那么伤感。我倒反而是纯粹就这个片子，就是我对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我对金钱什么这种都不要。我倒反而是在我看第二次的时候，其实是隐隐感觉到那种萧亚全他那种对这个东西他的一个痛的感觉那样子。希望票房大卖。谢谢哇，这一定要，我很紧张呢。我跟大家都很紧张，我也是觉得这样就要扛那么大的压力。不要拍到傅孟博的脸哦。谁？傅孟博，不要打到他，不要打到他的脸。离他远一点，这样离他远一点。哎，这个魔掌哥，不是哎，好笑哦。我下次看他杨景华，我二话不说先过去，然后再看说我们今天要演什么。我怕他脸自己凑过来碰你的手，你要小心哦。我跟傅孟博不要靠近他。对啊。没有，就这个。OK OK， 那有人休息一下，等下小队。谢谢。好，谢谢你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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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